看到一根又黑又软的香蕉，不要犹豫，直接一口把它吸干，非常美味。这个黑香蕉并没有坏，它是类似冻梨的冻香蕉，这种黑香蕉充满了汁水，可以直接吸，好吃到连皮都不是。我的妈呀，这香蕉真不是烂完了吗？光是看着它吃我都快圆出来了。不过啊，作为一名专业的测评博主，这个黑香蕉它到底能不能吃，好不好吃，大家还是要尝过之后才能下结论啊。这个冻香蕉呢，我就是按照制作冻梨的方法去搞出来的，就是给它反复的上冻解冻上冻解冻，这香蕉现在非常软和啊，里面真的就只是一兜水了。哎呀，真的巨像放了一个月烂透的那种香蕉啊，里面就是这样子完全软烂的香蕉泥啊，闻着没啥怪味儿。倒是咱们浅吸一个啊，哎，这味儿还真不差，它口感就有点像香蕉冰淇淋，又冰冰的甜甜的滑滑的。嗯，这冻过的香蕉真的要比普通香蕉它甜很多，就像冻梨比普通梨要甜一些一样。还别说，这个冻香蕉虽然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反胃啊，但尝起来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